一袭黑色长裙搭配豹纹披肩，手上再提着一个名牌铂金包，从头贵气到脚的中岛美嘉日前抵台，许多粉丝一早就到机场卡位，只为一睹偶像的风采。因主演电影《娜娜》而深受台湾人的喜爱。不过，你可知道，出道15年的日本歌姬中岛美嘉竟然没有在台湾开过演唱会，而此次行程就是要来宣布将在台湾开唱，并宣布演唱会的详细资讯。粉丝们可要摩拳擦掌，手刀抢票了。